OK， 我们再有那，对对对，好，下次再见。OK， 好，拜拜拜拜。好生意的。哎，谢谢，生意一直都很好的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很努力工作，对对，努力工作，谢谢大家，对的，谢谢，对的。你很会看货，真的。对，当然我二十几年的，这看货是最重要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对，这个眼力是最重要，对，那我不是吹牛的，是谁都没有，我看得多，我你看。自从我做珠宝到现在，真的每一场珠宝展我都去的。香港珠宝展每年去几次，美国珠宝展我真的从我每一次都去，每年都去，是不是？每年都打卡到都报道，是不是？那谁有跟我看得多啊？是不是？我不是吹牛的 ，OK， 就是谁啊，中高档什么都看得很多很多了。22年来，每一年都。跑香港几次 ，JCK 呀、啊，哪来了？洛杉矶什么都有了。看货，看的不算是100%准的，90几%是没问题了。这偶尔会打眼呀，不能说没有，是不是？可是基本上8-9不离10了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这个是我们就是22年的从业以来的对工作的热忱。谁都没有我去香港珠宝展的，什么珠宝展你肯定见到我的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这个是这个 emerald 几卡拉？这 emerald 应该是没粘住了，看不到。哦、对不起，好、那你先看别的。10.63。10.63卡拉 ，OK， 目前还没有做证书，不过是保证 F2 以上的啊，保证 F2 以上，这个13800，保证。颜色都很到位，保证是 F2 以上 ，OK， 还没做。颜色都很好的。对你捏的时候千万不要捏住了这个那个，对，重量，对，我要读这个重量，对不对？这个 emerald 是连卡了23，钻石，对。4500，它的翡翠，的珠母绿都颜色都非常正，很正的啊。Emerald 3卡拉86，5900，这个目前还没做证书，不过保证 F2 以上。你看，这个座子也非常好，座子也非常好。Emerald 2卡拉65，这个钻石也很亮，非常漂亮。4900，它的珍珠也非常棒，珍珠非常好，对，好。哇 ，Emerald， 变天使了。先来 Emerald。对 ，Emerald 都很到位，颜色非常好。Emerald 2卡拉46，3900，颜色非常好，因为它也是很挑的，精挑细选的。这个很好，4卡拉82，4卡82。4900，这个 setting 很漂亮。7500 ，Emerald 是4卡拉4.53。这个是7500 ，Emerald 是3卡拉85，非常漂亮，高质量。哇，这个坦桑石也很漂亮，坦桑石5900。坦桑石6卡拉72，哇，这个很超值，这个7500，
M 楼三卡兰15000，7500，面积很大。坦桑石的耳环7900。钻石三卡拉多，坦桑石九卡拉多，7900。这个是坦桑石，那这是都是以前的借钱的，现在做不来了。坦桑石三卡拉84，2900。这个这个看不到借钱，在因为在那个好，然后珍珠，哇，它的珍珠也很好，看看，嗯，哇，3200，这个3200。那钻石大家可以看到很多，你粘的时候尽量不要把数据都粘掉，粘掉。那这个，18K 钻石一卡拉85，哇，这些珍珠都很好，对，2500，18K。1.6卡，1.6多卡拉，嗯，这个大概14个米，嗯哼，啊，那这些都是比较经典款，经典款。这个借钱没有写错吧？啊，这么高啊？啊，这个这么漂亮啊？啊，这个待定，一会儿看看谁。哦，这个这个便宜，才1100，那个是不是那个搞错了啊？1100，这个1100，13个米的金珠，这个好，这个漂亮。这个1900，这个13个米的珍珠有点小瑕疵啊，小瑕疵有。对大家，因为我现在还在这里一个小时，一两个小时，大家对哪个要更详细的图就马上跟我讲 ，OK？ 那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很超值，才1300，够大，1300很重了，漂亮。这个超值才1100，哇，超值1100，14K，哇，很漂亮。16米，对，有一点小瑕疵，小瑕疵，哎呀，很超值了，才1500，这么大，16米，对，有一点瑕疵，可以接受的这个瑕疵。好，然后这个链子看看，哇，对，这个链，你说两层是不是？上次卖了好多条，上次卖了好多条，现在这是最后两条了。最后两条 ，OK，这可以分开卖，还有对，可以分开卖可以分开卖。一条是，我，一条 ，OK， 等一下，我一会再整理一下，我都忘了上次怎么这个就，这一串也很好，上次好像，这个3200有。扣是这个银扣啊，对，这是银扣哦。那你看这个有大七地珍珠，还有这个爱迪生珍珠，可是爱迪生珍珠的皮光也是非常厚的哦。对，这个是一条还是两条？一条 OK 啊，那这个也是非常好，这个是两条成。这是我的借钱哦，还没啊？这个
等等这我看看借钱是我的，对，是你的价钱，我的借钱 OK。 这个哦，是个日本珍珠，日本珍珠1300两串啊，1300，扣是金扣吗？这个是金扣，金扣1300啊，两串穿起来的，几个米？6.5到7，皮光很好，皮光很好啊。那这个是两条，一条就1600一条，皮光非常好，就有一点点斜刺，可是11到12个米啊，南洋珠啊，你现在没有这种借钱的南洋珠，只有两寸的，上次卖了好多寸的，对，这他现在没货了，只有两寸 ，OK， 这1600，然后这个，那这个也是。12到15.8，5999，哇，对的。这个是日本珍珠，6.5到7的。6.5到7的。哎呀，是几条一起的吗？四条一起。也可以分开卖。哦，分开卖，这个是4条的价钱。一条的价钱 ，OK，那现在这里算四条啊？对，啊，四条 ，OK， 好，那这样子，那一条800 ，OK， 8006.5到7银扣，那这样子800一条800 ，OK， 6.5到对。这个皮光非常好的，是带粉的。6.5到7，800块一条，不错，啊，还珍珠。哇，这些都是必卖款的经典款，这个有借钱的吗？这个全部、都有哦。那这个哇，这个非常好，皮光非常好。没看到哦，这个是1600，皮光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然后这个是哪个借钱的？这个，哦，就是这个、啊。这个是这个吗？嗯哦，这个很超值，1380，然后这个一样嘛，对，1380，你看这个是经典款了，这个肯定要一个了 ，OK， 1380，然后这个是很大，3500。1990，这个皮光也是非常亮的，18K 13.8个米，呀，玫瑰金，那这个非常好。1700，13个米的金珠，然后这个哇，这个1380，都是18K 钻石，1380。没看到，好像没看到价钱，好。那现在这一节就这么多先，一会还有 ，OK， 好 ，Part 2啊，谢谢大家，这个珍珠。